小鹿和小童秀恩爱，满屏小粉红，妮妮海绵夫妇也是甜齁众人。要说11月13日是黄教主40岁的生日，贝贝第一时间就晒照送祝福。虽然又是调侃黄教主年纪大，又是一副嫌弃无脸，不过字里行间两人依旧是暗戳戳的秀了一盘恩爱，一起举杯共饮外加头靠头。海绵夫妇的日常撒狗粮，小伙伴们都不快含泪收下。其实海绵夫妇从公开以来就小粉红不断，除了各种甜蜜同框，早前黄教主上节目也是和 baby 上演各种高能瞬间。还有两人的世纪婚礼不用多说，请来贵圈半壁江山，老公把自己宠成小公主，婆媳关系也是 real 融洽，黄妈妈就不止一次狂夸儿媳，还有每年的结婚纪念日必须有。在北北生下小海绵之后，一家三口更是甜甜蜜蜜，时不时就晒儿子，而宠妻狂魔黄教主走到哪儿也不忘自家老婆。我老婆找你来，别你先聊一下，你看老婆啊，回房间跟你说。想我吗？想，当然。我还想看看儿子呢。看见没？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啊！怎么的，各位单身小仙女们是不是很羡慕呢？别的先不说，爆炸君只想弱弱的问一句：两位感情这么好，啥时候给小海绵添个弟弟或妹妹？